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卖菜店，昨早起发生起爆，住伫二楼护理人全身躯拢烧烫伤，送病急救，好在再无性命的危险哦。因为现场有加速管，消防局嘛在调查加速管，敢是引起起爆的原因。天棚规个摇起来，连壁嘛向炸飞去，玻璃怎啊个落个规涂骹，现场真正有够恐怖。爆炸力道之大，连两边的住户嘛去互影响到。这是台中市太平区长义路一间小食店，十二号透早八点外，敢若是发生加速爆炸意外，当时爆炸声音真大，真侪厝边隔壁拢恐惊到。打嘛惊到，是讲咱即摆高雄气爆打都惊一个咯，如果遐大声是安怎嘞？爆炸发生了后，带你只个感情护林去用发现规身躯烫伤，趴在眠床顶，救护人员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急救，加在无生命危险，目前伫咧家护病房观察。莫名其妙发生爆炸，处处嘛相当的无奈。恐怖，又含边仔的人影响着啊！你想我一间厝安尼好好来租人，啊来变安尼，加在人无伫内底，安怎安怎安怎我唔知。处主表示，眼神忽然是伊的厝卡，顶个月想要收厝税，煞找无人，小食店嘛无开，想袂到讲会发生爆炸。消防局表示，现场有放一桶二十公斤的瓦斯，这个爆炸敢有关系，搁爱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